三甲十五吼，阿勇哥是咱中南亚国家一个好选择。哎呀，立场对了哈、哦。对。啊，对了哈、哦，不理解在，不对了哈、哦。啊，在我们的啊东南亚几个国家哈、啊，美勇哥四月三到四月，与他们在过年一样哦，啊都举办很盛大一个泼水节哈。啊，对，很感谢我们的啊一零七三位哈，啊连续第十一届来举办一个泼水节。啊，对，这几年刚好又遇到疫情啊，虽然说活动缩小一点，但是咱嘛赶快弄办哦。啊，非常感谢我们的 Amy 啊，青山会。啊，对，啊，在啊我们的协会长哦，很早啊就到公所来啊，跟公所做一个协调，说今年度的一个泼水节的一个办哦。啊，作为庆会也感谢我们彰化县政府哦，也当支持，啊嘛感谢咱啊代表会也当支持预算。我来啊，那里啊，泼水节当啊来，由如情来举行哦。啊，当然今年哈啊比较特别不一样哈、啊，因为今年又邀请那里新竹的一些伙伴啊一起来共同来啊参加一个啊泼水节。啊，今年我们这个泼水节定在我们的七月一号哈、啊，七月一号啊，在我们的二零年来啊四大举办。啊，今当然今年哈啊整个啊阳光会场啊不。也结合我们的一些美食嘛哈，啊包括我们啊新住民一些好朋友来这边做舞蹈表演哈，啊都也非常热闹哈，欢迎啊来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啊以及小朋友，都给当大家七月要来干 M 脸来参加啊泼水节的活动哈，啊预祝我们啊今年泼水节能够啊圆满顺利成功。今年我们每年都要在想怎么求新求变。今年呢，我们有赖于这个立产处长的大力协助哈，还有云林市东所的大力协助，我们将今年的泼水节结合了文化。我们所要做的并不是一个活动而已，我们所要做的是将泼水节打造成云林的一个招牌活动。那泼水节目前已经是我们在全国的青商会一个最热门、最知名的活动，我们希望将它推展到我们彰化。推展到我们全台湾，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后面的跨组已经有很多企业赞助了。我们也希望在利用泼水节这样影响力，将企业的这个赞助带到社区当中，让我们云林市变成一个社区好，市政府也好，社团也好，还有企业都好，共好的精神带到我们云林市的每一个角落。以上在此还是要谢谢我们最后还是谢谢我们今天到场的。园林市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大家长，还有我们每一位代表。今年的四月十三到十五号是东南亚国家一个泼水节，也是属于他们在过年的阶段哈。啊，当然在我们园林的青商会哈，连续已经举办啊第十一届一个泼水节活动哈。啊，园林市的所有的小朋友都很期待啊，今天，啊、因为连续啊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哈，啊泼水断断续续的，去年有办，但是断断续续的哈，啊几年前办得非常热闹，啊今年我们的县长、许会长特别啊提早就要跟到市公所来啊做一个。讨论说今年度的啊泼水节，2023一个泼水节要怎么办？啊，今年他很特别，又邀请一些我们啊新住民一个好朋友一起来参加一个泼水节，让他们能够在台湾也可以感受到他们4月13的到十号一个泼水节一个活动。往中间走，好不好？往中间走，小朋友往中间走。